信义乡长苏强阿婆，伊是将十四位今年的模范母亲为红地毯中牵出来，献上奖牌甲康乃馨，在今日时节陪伴下，真侪妈妈是感动到目眶红红。感谢信义乡公所举办的年度模范母亲表扬大会，七时早起在东埔温泉区隆重举办，除了老实温馨，佮气氛使人感动的表扬现场。另外，为着表达对所有模范母亲的重视佮尊重，今日暗就比较广阔规格，招待所有妈妈佮亲人入住温泉饭店，大家坐点房间，看乡长苏强亲手写的卡片，心内是非常感动。就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在那个天龙大饭店温泉，我都没有来这边住过，真的很荣幸。乡长真的是很用心，很感动。他们是乡公所的大家长，这么有，就是用心，对。非常的恩待我们这个这一次的活动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母亲就像是小公主般的把我们的这样子招待在这么好的环境，在那么规格好那么豪华的地方招待我们，这样子很谢谢他们乡公所。对此乡长苏强也强调，应该为了所有模范母亲，并希望表扬活动不是干那林冰冰的颁奖仪式，也会当是一个全家欢啊最会度假的好机会。其实主要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模范母亲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能够也可以到我们东埔客家村做这样子女的互动跟感念，而且都能够在一起再重新体验这样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心情，所以我认为一个表彰活动啊，其实最好是在用度假的心情来呈现。所以一个晚上就由他们的家属哈，这个子女来陪伴哈。我想哈，最主要的还是说子女他们回来，他们也享受到，来庆祝他们的妈妈哈的一个节日哈，他们感到这个家庭有一份的温馨感觉啦。在信义乡公所的大型安排以及乡长夫妻全程参与下，两天一夜的模范母亲表扬活动，除了让所有妈妈亲人真感动，也让所有参加民众拢同款感动，种种礼物庆典，让大家拢真欢乐。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哇，祝福母亲节快乐哦！